味道没有很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VV Rangers， 我小杨，我是明，我是王怡。今天我们有个特别来宾，为什么有他呢？因为今天拍东西是他扛回来的。从哪里扛回来的？从泰国。因为他们那边的零食，你知道吗？等等。我们要的小老板，超多小老板，不同口味，而且他有很多我们台湾没有的口味，体式口味的小老板，原味的小老板，这是辣味的小老板，是原味的天妇罗，这是辣味的天妇罗，打包猪哎，包哪一排的？冬阴功，他们冬阴功是什么？红的汤，鲔鱼吗？鱿鱼。BQ 吧，海鲜 ，wasabi 寿司吧，可是他们没有像酱油哎，可是它上面不是有一盘寿司？番茄，番茄，番茄口味感觉有点苦。他要求的，还你要求的，好没了。这个东西是我特别要求去买的，就是应该是蜂蛹口味的那个，零食炸的零食，他们有做零炸蜂蛹，这个最有图片。然后我还交代说要买一个炸蟋蟀的零食，这台湾没有，他特别从泰国买回来，好不好？炸蟋蟀，这有图。然后蟋蟀，这是辣味的，是原味的，原味的，原味长这样，也是炸蟋蟀，只是刚刚我拿的是辣味，这是原味的。是炸蟋蟀也有辣味跟原味。对对对对对，总要有点特别东西是吧？不是鸡皮吗？不是鸡皮吗？这上面写，不是你是都不看字是不是？我只看字鸡啊。上面写 caramel popcorn 好吗？我只看字鸡，它就是。泰国鸡，有一只鸡，就想说是鸡皮，是吧？对，可是听说泰国鸡皮很憨啊，都会一只鸡皮就买了。还有就是鱼皮，也是算蛮特别的零食。好啊，鱼皮我可以接受。还有个猪皮，这个我也能接受。猪皮这也是比较特别，等一下我们从比较特别的开始吃。就是我最不能接受的，我觉得最不 OK 的就是。这个香蕉片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东南亚很好吃、欸，我超不喜欢吃香蕉的，香蕉那个软软的，那它是硬，它是酥的，它酥的好吃。但我没吃过这家，那个草莓、芒果跟芭乐三个水果干。好啦，我们要从比较特别的开始吃这个蜂蛹口味炸的零食，就要吃开箱开一些特别的东西，都到泰国特别去买了。味道没有很好。长怎么样啊？就有点那种油炸的那种味道。它的味道没有很好。它跟我以前吃起来的那个蜂蛹的味道不一样。我以前吃的那个很像是花生的口感。我觉得你是吃现煮的还是？对，现炸的那种。现炸的好像比较好吃，不是很 OK， 不建议你们买。如果你们想要尝鲜或想试试看，可以去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开个辣味的那个蟋蟀。它量很少，蛋白质很丰富哎。它是香的，它是好闻的，你闻闻看，真的我不骗你。它比刚才那包，对对对，味道好闻。哦，还把闻起来像那个炸花生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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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不错，不用。好，我们吃别的。这个如果你们有机会买到或吃到的话，我炸蟋蟀我蛮推荐，它味道真的还不错。对，好，鱼皮跟猪皮。如何？应该像饼干吧，看起来像饼干。应该像那个什么咸酥饼。对，它如果加胡椒粉，吃起来应该很像咸酥饼。有味道吗？吃起来像臭掉虾味鲜。臭掉虾味鲜。讲到我吃过臭掉虾味鲜一样。还好啊。对啊。你是有什么毛病？那猪皮本来就这种，而且是很香的那种。因为它有点咸咸的，我觉得蛮 OK 啊。这猪皮正常味道，所以我才说它有点像咸酥饼。我可能住在日本十几年，我口味已经比较倾向日本。臭掉没有臭啊，这是猪皮的味道。那很正常，正常啊。我觉得你有病。我有病。这算好吃的，这算好吃的，而且它不会很油很腻。它算是不错的。那不然你去吃鱼皮，鱼皮刚有吃过吧？
感觉像吃烤鲑鱼皮，然后那个油没淋干净。然后没东西吃了，硬要把它吞下去。但我觉得就是不要炸，真的就直接吃烤鲑鱼比较好吃。鱼干的味道，我觉得真的鱼皮比较好吃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就等到吃真的鱼皮，我觉得真的鱼皮比较好吃。所以鱼皮跟猪皮大胜，鱼皮真的是我们三个一致不 OK。就真的直接吃鱼皮比较好吃。嗯，它炸的就是对，不过我觉得真的猪皮还不错。草莓干，草莓干，我超喜欢吃台湾的芭乐。哎，草莓干好香哦。是芭乐。Hello， 我是芒果。芒果最贵，最贵。而且里面最贵是草莓干。是哦，多少钱啊？28块，那两包20。它跟台湾的芭乐干有一点不一样。它的肉比较厚，而且它比较嘴粉。没有很多哎，一袋就这样而已。很甜，太甜了。对，很甜。里面最好吃的是草莓。好甜哦。很甜。太甜了，我要来开打泡猪的那个小老板。不是小老板，我们来一排的。就别拍的小老板，别拍海苔。泰国很多海苔吗？对啊，专门卖海苔。对啊，还有大象的。打包猪好吃。我的海苔味道起来都一样，没什么味道。嗯，好吃。海苔味。嗯，好吃。还不错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那我猜的。番茄。你明明后面还有很多没吃，你还说你最好吃。我之前在马来西亚吃过很多啊，就是番茄的。毫无番茄感。好，再来寿司。哦，这真的是寿司的味道哎。嗯，对，这味道蛮重的。它真的是寿司的味道哎，这也不 OK。然后这是冬阴功，对，这是冬阴功的味道。我没吃过冬阴功，因为我也没有吃过冬阴功，好酸，好酸哦。就酸，它是酸的，有点香茅味。然后接下来下一个，这尾鱼口鱼的味道不够重，有点淡，很淡，嗯。已经跟原味差不多。我不喜欢它的那个有点腥味的那个，故意要用出那种海鲜味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还好。甜不辣，看起来像真的甜不辣，然后上面放海苔。我也是那种甜不辣口味的。对，我以为也是甜不辣口味，难怪我想说它一个包装怎么会这么胖？其实只是香味很重哎。嗯，那味道蛮香的。可是吃起来很像那个店员爆米花。它不咸。可是它奶味很重 ，wasabi。还蛮期待这个，感觉应该不错。OK。哦，好辣！不会，吃进去那个麻味就没了。嗯，算好吃的。来选一个最喜欢的口味吧。我喜欢这个酸酸酸酸，然后香香的。我喜欢芥末，不会很辣。我喜欢这个，不是小老板的打泡猪。我们已经吃完啦，因为都是海苔，所以就感觉好像差不多啊。我只有我的那个虫虫比较特别，下次如果去别的国家，那买别的国家零食，再买一些特别回来给大家开箱看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们，谢谢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没有觉得。像什么泰国零食我们有吃到，我们应该要吃到，可是没有吃到，也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们，或者是哪个国家你觉得零食很特别，想要叫我们吃吃看的，泰国的东西我会叫小杨吃。我怎么做？你怎么都可以吃啊？这个芭乐干我刚才已经嗑完了，这是太甜了。这芒果干自己想办法，芭乐干我已经嗑完了，一人拿一个干回去吧。哎，好，我不要芒果干，我真的吃哎，我要芭乐。吃完了，芭乐。我给你吃掉。你不要。